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美芳老师。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活动是线条画。今天要准备的材料是彩色笔，还有蜡笔，还有图画纸哦。那线条画呢？很简单，你想到要画什么图案都可以。那选用的彩色笔就是你喜欢就好。那随便的图案，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哦。好，那我先来画个爱心，随便哦，爱心长在哪里都好。一张图画纸，那画图的时候呢，就要安静。像有些妈妈告诉我啊，她的孩子啊，防疫期间在家里都蹦蹦乱跳的，都没有办法安静下来。那今天的活动呢，画图就可以让他安静静的静下来画图，而且这个线条画可以画好久哦。一个颜色呢，你要画的图案，你可以一次选择把它画好。我的爱心好多，它可以重叠哦。那画完了之后呢，我可以再换个颜色。再画，有大的爱心，小的爱心，重叠在一起也没有关系。那没有位置喽，那我可以开始画了。那每一个爱心的整张图，我都要把它这样子画好了线条之后，整张图我不涂颜色，我都要用线条把它画满满的，画满满的。一次的颜色你可以把它选择都画好，再换颜色。好，我这里画好了，再换这边。我可以选择亮一点的，那黑色呢，可以留到等一下我要画构图的时候再用。你看哦，我有没有重叠到我在空白的地方画上不一样弯弯曲曲的线条。不同的方向，它显现得更漂亮哦。有时候是弯弯的，有时候是直直的也可以哦。那我画这样子就好了吗？没有，我等一下蓝色的中间还有缝呢，我可以穿插什么？我还可以穿插别的颜色。哦，你看哦，这个爱心里面我就用了不一样的线条，有弯弯的，有直直的，有斜斜的。可是呢，你看有没有不一样的方向都不一样？那我可以这样子就好了没有？我还要换个颜色把它穿插在里面。有的可以画什么？画圆圈圈在里面哦。然后有的可以画什么？斜斜线。这个呢，你慢慢画，你就可以画了一整天。然后你可以安安静静的画，妈妈会说你今天好乖哦，都不会吵她。这个可以慢画好久，画好久，好几个小时都可以。
可以考验你的耐心哦，细心度。我可以换好多好多的颜色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我都没有用很深的颜色，我都用浅色系的。而且呢，我相似的颜色也没有用在一起。边边的地方呢也是一样哦，我们的整张图画纸都不留白哦，全部都要画上线条。那这边呢，再帮它补上不一样的图形。它是弯的，那有可能它也可以是尖的哦。它打勾的，那它有可能是圆圈圈的。那我可以再换颜色哦。好，那你看，密密麻麻的画好了之后呢，我要把它画上，勾上图案。这是我的手。描上去的手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用黑色的，你看见了什么图片图案？有没有白云、蝴蝶？这是我的手掌描的哦，是一只母鸡。还有什么呢？草地、花，这样子漂不漂亮呢？整张密密麻麻的线条，完成了一张漂亮的作品。今天的线条画就这样子的完成了，这样子你可以在家里跟妈妈一起做做看哦。这是今天的线条画活动。好，小朋友，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